怎么问路要去太子宫，结果说这里就是太子宫，没有见到有庙宇啊。其实太子宫是地名也是庙名，太子宫就在太子宫哦。福建先民为了躲避战祸在此定居，后为了感念神明保佑，建庙也称作太子宫。主祀哪吒太子，还没来到宫前一定先看到上头超大尊的哪吒太子像。太子宫有新庙与旧庙，古色古香的旧庙虽小，却保有岁月痕迹，未因新庙落成而没落，且有许多精彩丰富的剪黏作品可以欣赏。有趣的是，哪吒太子的糖果贡品，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嘛。